这事儿没少吵架，他先恶心，我先膈应，这活谁都不愿意干。所以我们家用的是这种能自己打包换袋的拓牛智能垃圾桶 TES， 只需长按按键，机器就会自动打包，拿出来后机器便会自动合上盖子开始装袋，袋子装的那是板板正正服服帖帖的，全程都不用脏手，如果垃圾太多超出桶口，它还会自动抬起盖子延长垃圾袋后自动打包，而且封口是塑封的，很结实，也不会有异味。机器有感应开盖和按键常开两种开盖方式，当垃圾桶上方35公分范围内有手靠近或者有膝盖靠近时，机器会迅速感应自动开盖，而按一下这个 home 键呢，盖子则会保持常开，满足不同的使用需求。它用的垃圾袋是这种一体式的，换上能用1个多月，而且电池续航很持久，充满5小时能用2个月，没有了线的束缚放在